Hello， 大家好。十月十号同埋十一号呢两日，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嘅预测，地磁风暴被评到去 G4 嘅级别，即系话多伦多都有好大机会可以见到一啲活跃嘅极光。上次五月我哋错过咗，今次我哋一于把握机会出发啦。见唔到你个样噶？头发咧？吓？头发？头发唔紧要啦 ，OK 啦，我呢、這个岛影得你好靓仔啊！从黑暗中出发，而家去追光系咪？追光，好耐未追，咪好耐。好耐未追光，系从来未追光。有冇信心啊？嗯，应该有。今日好似 OK 喎，系咪啊？周围啲人都话得啦。我哋而家咧揸车去大约一个钟头左右嘅呢个地方，力仙图附近，应该系我哋能够。呢、这個時間去到又唔使揸太耐車嘅一個相對理想嘅環境，可唔可以咁講咧？我都覺得係。我哋睇咗好多好多地點喎。喺個湖周圍好大嘅湖，但係周圍就冇乜屋光，係咪啊？最緊要其實要向北，同埋最緊要係冇光害呢兩個 key point。咁我諗我哋出得呢條片都應該係睇到啩。看不到條片應該是不是不用出啊？都要出。都要出啊？就看不到了。哦、oh, ,OK。我要給大家看看現在外面是怎樣，我們已經帶曬帶曬褸了。喂、欸、哇塞車啊。蛤、啊、見不到啊？是啊 ,Highway 塞車啊。是啊，是不是真的很多人去啊？這意思、啊、大家都是向北嘛。是啊，塞車啊，這麼晚。即是我們現在是準備下 Highway 嘛，現在轉下去 是不是？我現在星期四 North， 咁好明顯個個都北上啦。今日星期四啫喎。咁好明顯係個個都去睇光。個個都咁得閒去睇嘅咩？喂，咁呢啲千載難逢啊嘛，講到真係好多車喎。哇！真係喎，會唔會爆咧嗰度？唔係啊，啲人話會有冇位停車㗎。不過如果你去到附近，其實就都應該會睇到啩。你睇真係好多車喎。哇！已經要慢啦，係咪？一上去就要慢了，你看看全部红色的，哇什么事，那你想到人家都想到的嘛，大家都是那些 source 去找资料，大家去上班的嘛，那你的小朋友明天都要上学啦，哇，所以大家都觉得是去这里是最 make sense 的，一个零钟来回回返三个钟，你再去一些远一点的那些成两个几三个钟去到 Sabo Beach 那些就不 possible 了。呵呵，我们现在46分钟。没有，他说加7分钟啫，又没有真的这么夸张。好了，试一下先啦。有东西吃有东西喝，有咖啡。有香蕉。有大褛。室外气温是7度。室外气温7度。所以我哋帶曬大褸噶啦，帶夠有餘啊，準備當被。跟住爸爸仲帶咗嗰啲露營凳，係咪？係。好啦，我哋去到嘅時候，哇！真係停啦，而家完全。好，去到再講。一落车咧，虽然好大风，但系心情都系好兴奋啦。肉眼咧就唔系即时见到嘅，可能会见到少少光、少少烟咁样啦。但系一拎电话个相机出嚟，一睇咧就见到噶啦。
大約兩個鐘頭啦，十點零鐘咧就回程翻屋企啦。因為小朋友咧第二朝要翻學啊。如果係一個星期五晚就好啦，我哋可以咧留耐啲。今次一家人可以一齊經歷頭一趟嘅極光旅程，大家都好開心。媽咪就梗係覺得好 sweet 啦。因為本身咧諗住等佢哋三個大啲嘅時候就一齊飛去冰島或者黃都鎮嗰度睇極光，點知呢一個幸運嚟早咗咁多。真系谂都冇谂过喺屋企附近就见到，其实真系好不可思议啊！估唔到喺我哋回程嘅时候，先见到好多人啱啱准备出发，希望大家都成功追光啦！喺车程里面收到好多朋友 send 咗好多相俾我，话原来喺屋企附近都见到，咁我一翻屋企，梗系即刻行出露台同埋后院嗰度望下啦。今次呢一趟旅程虽然短暂，但系绝对可以成为一个永远都唔会忘记嘅记忆点。多谢大家入嚟睇片支持啊！记得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